农历是七月初一，那地狱门就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宣布一件事情，各位，你们虽然刑期未满，但是体贴你们，出去一个月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到时候不管报完没完，准时回来。每年都讲这句话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七月，我们不搬家，我们不买家具，我们不随便动土，生怕被他注意到，一动他就注意到了。阴阳时位很重要。当你碰到奇奇怪的时候，你好好照顾自己一下，时机对不对，场合对不对，不合时宜，那后面一定后遗症一大堆。一个人时时刻刻谨慎，不乱说一句话，不乱做一件事情，那你就挣脱那个必然力的，你就立于不败之地，完全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。命中有难你也可以避免掉，那你为什么不做？像这些你好好去想，它都在易经里面。你只要把我那本易经真的很容易连看六遍，你都能看懂了。